还是有一点阴阴，在下雨哦。就紧张哦，雨虽然大，但是还是要把你追到手。有一点小小紧张，不懂可以不可以顺利求婚到？都可以，你放心心啊。因为我那时候有叫，我跟他讲我家里已经，因为我新家，我跟他讲要看风水，然后他就请假请两天，然后他今天就给我弟弟的女朋友小红书嘛，主播嘛，有那种那样，就是做头发头皮护理啊，免费的。人做指甲全部免费了，之后他啊，等他就带他来用。等一下，你等一下。可以。来，恭喜。Merry Christmas。来，慢走。我们在一起1248天了，我讲过我一定会给你一个完美的求婚，所以希望我们将来可以互相互相扶持，互相迁就，这样子才可以走到长久啊。所以今天我要在12月28日风雨不改的向你求婚，留块钱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听不到，再大声一点。准准啊！呜呼！这就是你讲过，你也希望看到别人有99朵玫瑰，我也做到啊！希望你会幸福，跟我快快乐乐的走下去。感谢所有能出席我的朋友来出席我的这个求婚典礼了，谢谢大家抽空时间过来见证我们的爱情了。佩琴的爸爸妈妈也不得空了，所以我在这里发誓啦，利安克，我会好好照顾刘佩琴的啦，会爱她，保护她，
他不好了，我都会迁就他，把他改邪归正。这里有点吓到，也有惊喜，又有惊吓。就是我不懂会来这里是求婚啊，我也只是出席一个活动而已。谢谢，这位先生。什么叫先生 ？OK。希望我们以后互相迁就对方啊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到更远，到慢慢变老嘛。嗯。来，安吉安哥，我把你女儿娶过门了。呼呼